八股镇来庆贺今天的绕境圆满成功，再次掌声欢迎奖杯一台。
再次感谢来自台南祥飞艺术团我们所有的花童老师，谢谢台南祥飞艺术团，也谢谢我们广东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先生，请陈其安老师到政府组陈阿水一同进站广东，这一次回访。